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。哇，鹿哥，这青蛙可以吃的吗？可以吃呀，虾不虾？虾。我们不吃青蛙的。这可以吃的，二妹，那个，我给你夹一个啊、哦。嗯。来，你尝一个。吃虾味的。肯定很好吃的。真的能吃？你没骗我、啊。可以吃呀，我们都经常吃呀。你看，你没有吃过吗？你说，所以我带你来吃、我们那边都不吃青蛙的。你们那边都不吃这个吗？啊、嗯。这么好吃的东西你们不吃啊？我们不吃青蛙的。赶紧吃吧，啊、好吃吧？真的好吃啊？那你就多吃点吧啊。啊，那个大哥小胖、嗯，你们两个也吃吧，赶紧吃吧。小胖吃，小胖吃，我给你夹一个。这很好吃的，二妹，多吃一点啊、哦！啊，等一下吃我了，阿伟哥带你去看电影，好不好？好，开心吗？今天吃的好不好？开心。多吃点啊、哦！好，嗯，我也吃一个。对。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，代替梦想的。香、哦。吃饱没有？吃饱了是吧？你吃了几个牛啊？好几个呀，好几个，你不是不喜欢吃吗？我说我没吃过、哦、但我吃的最多的是鱼，鱼要好吃点、哦、第一次吃啊，是不是觉得好吃哦？吃了第一口好吃，然后吃了第二个之后就有点那个了，还是鱼好吃一点。 哦那个裤都裤又烂起了哦，明天不要穿这个破洞裤了啊、哦！我感觉挺好看的呀，感觉挺好看的呀。啊，你的意思，阿伟哥老了，现场不来是吧？好吧，那我带你去看电影吧，走，出发。那接下来我们两个去看电影吧，好吧？可以呀、啊。可以吗？怎么了？你今天怎么这么可爱啊？我每天都很可爱。是吧？嗯。假的，那个今天没有化妆啊、哦，化了一点点，化了是，化了个眉毛是吗？啊，是，挺好的，走吧，走吧，拿着吧，我俩就是拿着过来吗？啊，来走了，我拿吧，我拿，二妹，嗯，看电影喽。等一下看电影的时候不要说话啊，吃个这个吧，也只能是秒爱技能。谢谢。我知道吹过的牛不是，加油。你不喜欢打游戏吗？喜欢打的不是这个游戏啊。不是这种啊、哦、就是。那这个你也会玩啊、哦。会玩一点点，那你就加油吧啊！我看看我能不能把这个熊移过来。什么东西啊？我看。熊。哦，你看看你能不能把这个熊移过来，是吧？对。加油吧呢！这个阿伟哥也帮不了你了啊，就靠你自己了啊。锁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眼，什么着走掉。看不见，听不着，想不成，摸不到，两个人的依靠。一个人一只狗，一杯酒，一夜一下子变老，爱怎么能消失掉？啊、你老架起我的双下巴，我双下巴都被你骑大了。今天晚上能不能不回去啊？不回去我回哪儿？我养你啊。我知道。二妹，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吗？啊？你知道吗？你们俩天天在那发那些视频，你知道我心里面有多伤心吗？啊？你们这样搞为什么要这样啊？为什么他来了之后你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？你们那些人不要在这骂我了好吗？不要在这说我了。我喜欢我的女孩子，我想去追她，我做的这些都是为了二妹。但是你们为什么老是这样针对我呢？啊，他们是他把我的女朋友抢走了，我做的这些都是为了我自己的爱情，为了以后我的幸福。二妹，我跟你说，我已经跟我爸爸妈妈都说了，
然后我爸爸也全力支持我，他已经去你家里面，是吧？解决我这件事情。还有，那个阿伟，你给我等着，啊！我这个人从来就不会放弃的，我不做那些半途而废的事情，谁也别好过，大不了真的。是你逼我的，阿伟，听到没有？阿伟，是你逼我的。你们当初说，我为什么不去找二妹？这么多年，我为什么不去找她？因为我在等一个机会，知道吗？我机会没等到，我还没去呢。好，冒出来一个阿伟，你好不要脸啊！嗯，为什么要这样啊？本来我已经计划好了，是不是？我跟我爸爸都说好了，就差那最后几天，最后那几个月啊，好吧，你他妈跑过来，天天我要不是刷到那些视频，我都不知道我的女朋友、我的媳妇儿都要被人抢走了。后面我争取能把她挽回回来，但是还是晚了，还是晚了。你太不要脸了，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。你用了什么甜言蜜语啊，把我的二妹哄成这个样子，她变了好多。我就跟你说，不会放弃的，不会放弃的。还有你们那些人是吧，对我有意见的，有什么不服，有什么道理跟我讲嘛，评论嘛啊，你跟我说，你们觉得我哪里做的错了吗？是吧，本来就是你们这些人一窝蜂的还向着他，哪有这样过来明目张胆的就这样把我，是吧，把我想追求的女孩子给我一生生的从我身边抢走啊。我要对你生气，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，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。一个人一直勾一杯酒一夜一下子变老，还怎么能